新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酱。在台湾的养殖渔业当中呢，这几年来数量非常多，并且啊，在品种的改良以及研发上面都有不错的成就，那就是素有台湾国宝鱼之称的台湾鲷。各位观众朋友，品尝过它的美味吗？今天这一集呢，咪酱就要带大家一块来感受台湾鲷的魅力喽。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吧。从2000年以来，一直是养殖渔业的最大宗。98年的总产量啊，为6万多公吨。包括台湾东部的渔温，都能够发现台湾鲷的踪迹。而在台湾中南部，它的养殖数量较多，占了台湾地区总产量的70%至85%左右，为台湾鲷主要生产的区域。大家看一下，你家现在手上的这一只又肥又大的鲜鱼啊，就是台湾最有名的台湾鲷。台湾鲷的前身呢，其实就是无锅鱼，可是呢，它经过了数十年的品种改良以及养殖环境改良之后呢，摆脱了以往的土味和腥味，改以甘甜、鲜美以及营养的全新特色，重新打进市场咯。提到台湾鲷，要追溯到1946年，那时候吴正辉先生、郭启昌先生从新加坡引进了13条的无锅鱼，也就是所谓的非洲土种再来种，那是台湾的一个无锅鱼的祖先。那后来经过台湾人的努力，先后从以色列、日本其他国家引进了吉利种、尼罗种，还有那个奥利亚种。进到台湾来，那经过一个品种改良，所以才有现在的所谓的改良品种的一个台湾鲷。台湾鲷的鱼种经过不断的改良，让鱼的体型越来越大，雄鱼比例提高，经济效益也增加。而在整体养殖环境的改善，也希望建立台湾鲷高品质的形象。整个无锅鱼岛上有两轨，一个就是快速来供应国人的一个动物性蛋白需求，这方面是差了10万公吨。另外一方面就是鼓励外销厂商以这个生产优质高级的这些生鱼片来抢攻高消费的市场这一块。在地的台湾鲷养殖业者呢，以高标准、高规格、高品质的养殖方式啊，培育出产量丰富、美味好吃的台湾鲷。那接下来呢，咪酱要带大家来拜访台湾鲷鱼苗大王，要带大家从源头来认识富含在地文化与特色的台湾鲷，走吧。现在咪酱旁边的这一位呢，是台湾鲷的鱼苗大王邱一华邱伯伯。你好，小邱伯伯，你好。请问一下邱伯伯，你们是如何培育台湾鲷的鱼苗？我内底诶，这个内底在窟啦咧，在设备咧，在设备咧，一窟一窟咧，我就是咧做我这个台湾鲷诶，这个种类诶研究我内底有52种的种类我的种类52种这52种就是我幼儿分析场我咧做研究在用诶，我要配啥个种，配啥个种，我去也要规趴，当然要规趴啥，要规趴。拢控制伫这52块内底，阮研究起来鱼啊咧，也做好势咧，摕去外面做证，做证咧，这个物件做起来100%的工诶，100%的工诶。邱伯伯，那台湾鲷啊所生产出来的 baby 啊，都会不会移到别的地方去进行养殖？伊这吼，伫窟仔坑内吼，要看你怎么野兽，阮在伫窟仔坑内，坑内咧，阮是饲伫土窟仔里。起头过了5公至7公啊，出鱼啊！那我想知道啊，就是那个台湾鲷鱼苗啊，
就是在养鱼苗的时候要不要注意哪些，比如说要控制它的水质啊，或者是水的温度。这是一定要控制啦，啊，因为咱是看天做功课啦。第一点的控制就是讲，你水温也会当保持到200度，伊的成功率足高啦，232。啊，伊这是爱看天的食饭，哈、啊，按照看天的食饭。因为有当时天气你冷了，像今仔27-28度、230度，伊明仔再降了，剩120度，安尼呢，天气呢，伊在的成功率就较低，啊，无伊成功率是真高。要出去要定定时，要先开家伙，这个稳定和稳定一下。我们第二日出去啊，啊，现在就是安尼，啊，伫下底砍起来，都落地土窟啦，土窟啦，要出来定定一工，来家这个。出了人客，邱北北，你啊，就是台湾雕的鱼苗大王嘛，对不对？所以大部分的鱼苗都是从你这边出去的，对不对？他说我一当台湾，我一当咧做拢差不多就等于2亿嘛，就2亿嘛，哈，差不多占台湾的有等于70%到75%以上。哇，所以其实产量真的是位居我们全国之冠嘞，大概有75%的。那个台湾雕的鱼苗都是从邱北北这边贩卖出去的哦。邱北北，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不要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邱北北，谢谢你哦，谢谢。台湾雕鱼苗大王邱义华，邱北北呢，靠着常年所累积下来的台湾雕鱼苗养殖经验呢，成功的培育出产量丰富、品质优良的台湾雕鱼苗。这几年呢，也陆续的吸引了许多国外的业者前来取经，那可说是啊，为我们台湾的外交缔造非常成功的国际交流哦。台湾雕和人一样也有身份证哦，从包装上一个小小的标签，我们可以得知台湾雕的一生，从鱼苗的培育、成鱼的养殖、加工所在地、运销时间都一一记录下来，消费者只需依照履历号码上网查询，便可以轻松选购新鲜、健康又好吃的台湾雕哦。是了台湾雕鱼苗惊人的成绩之后呢，接下来啊，咪就要带大家去拜访一座经过改良的台湾雕养殖场哦。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现在赶快去瞧一瞧吧。那跟大家介绍这位呢，是廖老板。老板你好。老板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养殖场啊是设在东部嘛，那跟一般我们台湾西部养殖台湾雕整个养殖环境有什么不一样吗？一般西部他们用的就是所谓的软池，软池，软池就是土池哦。那土池就是全部是用泥土，泥土啊组成的。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改良式的半硬池，就是一半水泥，你看我们那个外面都是水泥，然后配合底部，我们是用那个也是用沙土，然后底部的话哈，我们有做那个斜度，然后我们每天哈这样子水车打会集中在中间，然后我们就顺着那个排污啊那个污水就可以直接很好排放。我们都知道其实台湾雕的前身呢就是乌国鱼，那我们一般既定的印象就是它的土味是很重的，那你们这边如何成功的培育出完全没有土味的台湾雕呢？老板因为第一个首先是我们用那个纯净的海水，太平洋的海水养殖，然后就是池子也是经过精心设计，那个排污设备非常完善，再加上我们有良好的那个饲料、最主要还是要靠管理，我们就因为有通过那个生产比例的认证，所以要将一切照那个 SOP 哈、那个生产手册来，有经过认证的，对，比如说每天固定要验水，普通我看那个水色，水色就是包括那个藻类，藻类的生长情况如何，那个藻类对那个鱼儿生长非常重要，藻类繁殖过剩会优氧化，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持那个水那个藻度藻类的一定的浓度。其实哈、那个我们说的臭土味其实最重要的哈、是那个藻类，
啊，有一种叫蓝绿藻，有一种藻类，那个藻类管理不当的话，他们吃多那个藻类啊，就会有臭毒味。哎，那大哥，你刚刚有跟我们介绍到说，你们每天都会在养殖场去做水质的检测，那你现在可以带我去看一下你们是怎么去做检测的吗？可以，请等一下，请我们厂长就，哎，他每天都会去巡视。好啊，好啊，那走吧。好，那现在厂长啊，现在是在测那个，那个色度，啊，那就是那个透明度，哈，那个就是藻类哈，它是不是太浓了，或者是不够？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说我们现在测量出来的水质是 OK， 是比较优的？哦，对，现在透明度我们有到32公分了，啊，好，那个藻类的浓度不会太浓这样子，然后我们要取水回去。啊，可以测 pH 值啊 ，pH 值，然后可以测那个溶氧量，啊，溶氧量看够不够，然后还有一个亚硝酸，啊，看看有没有超过。台湾雕的养殖鱼温摆脱了传统养殖法为人诟病的地方，从水质到土质都以科技化的专业养殖培育出肥美鲜嫩的台湾雕。我们抓完以后啊，那个鱼池哈，要充分的曝晒。好，利用阳光，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这样子是叫做晒池吗？晒池，对，我们抓完以后都要一个晒池的动作。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做这样的动作。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子最好的杀菌剂，因为我们都不用药的话，这个晒池是最好的，可以加速那个地土里面的有机质啊，可以迅速分解，这个养出的鱼就非常健康，就不会生病，不容易生病这样子。海钓老板，嘿，他们现在这边在做什么啊？哦，现在是一个采样的动作。嗯，我们有跟那个我们的饲料厂哈，有签合约，每三个月定期我们来抽验，我们送检，主要是验什么？验药物残留，因为我们养殖本身哈，全程都不用药。那剩下的环节就是饲料部分。所以饲料会定期做检验，对对对对，非常重要，很重要哦。对。我们是配合那个春夏秋冬哈，四季它的活动量哈，有调配它的营养成分哦。譬如在夏天那个生长的快、活动力高的时候，我们要加重它的蛋白质，那就是才配合上它的成长速度，这样养出来那个豆子才会好。夏天比较补充蛋白质。对对对，那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多一点那个脂肪。哎，那老板，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来喂鱼了？对，好。可以教我怎么喂吗？好，可以。那个开关就在下面，好，我们把它搬开来就可以。这是属于自动化的，对不对？对对对对对，你把它打开。打开就好。啊，对。好，它就自动喷出去了。机器在动了。它这个管子是不是有那个？我看到饲料都跑出来了。吃饭的时间到了，你看，那些鱼在跳哎。所以他们这个时间就是知道说吃饭了，然后肚子饿了，要准备。对对对对，准备填饱肚子了。他们时间到，自然就会全聚过来。当台湾家的成鱼呢，长到了一定的大小之后，就要准备上市咯。那在我们后面呢，可以看到就是目前是在做台湾雕的捕捞，对不对？对，网子，好，从鱼池捞过来哈，会经过一个叫筛网，网尾哈会有一个筛网。筛网我们就是利用这个那个洞的尺寸的大小来筛鱼，经过这个鱼筛之后哈，剩下就是我们要的规格，小的都跑掉了，那就是留在里面的就是我们要的规格。现在那个鱼哈已经都网进斗网里面了，那现在就是要从斗网里面开始放鱼到车上，然后现在他们一车一车用钓的哈，钓到车上，现在钓上去他们要慢慢放到水里面去，然后再把它倒出来，这样子以防那个鱼饵会受伤，不要往上将会鱼饵会受伤，这也是标准作业程序。那里面的设备，它那个全部都打氧气，然后你要加一点冰块，给它降温一下，使那个冰镇保鲜，对不对？就是那个保持那个温度哈，你要给它舒适的温度，差不多我们保持在20度左右，那鱼饵会很舒服，会很安静。活动力会减低，然后就可以很安全的送到工厂。加工厂，对，它还是活的。现在秘长手上拿的这一只呢，就是台湾正宗的台湾雕，它的重量啊大概有2公斤重左右。那准备呢要送到加工厂去，准备外销喽。
从乌龟鱼转变成台湾鲷，鱼苗的改良再加上采用更现代化自动化的机具，配合饲料的改良，培育出换肉率更高、抗病性更强、雄性比更高，甚至是单性的鱼种，使台湾鲷的养殖朝向更高品质、高标准的产业发展。这几年呢，除了非常受到国人的喜爱之外，也非常受到外国欢迎哦。那大家想知道好吃的台湾鲷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吗？接下来呢，米蒋交带大家进去瞧一瞧喽。现在呢，在米蒋旁边的这一位是台湾鲷加工厂的邱副总。邱副总你好。你好。邱副总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一间啊台湾鲷的加工厂，它最主要的特色有什么？好，我们公司有经过通过 HACCP 的验证，那还有欧盟的验证，那还有 CS 的验证，那主要还有通过产销履历的验证。像现在我们进厂的这个台湾鲷原料啊，都是经过产期药物残留检验合格才进厂的。那现在等一下进厂以后，我们会做一些检验，我们先试验没问题，我们才可以下到池子里面去吸氧，那等待明天再生产。这个就是我刚刚从车上随机取样下来的样品，那我们现在要来试看看有没有臭毒，有没有异味。哦，就要拿下去蒸煮。对对对，我们现在蒸煮。试吃看看啊。对，等一下要试吃。然后先闻，然后再试吃看看有没有味道。哦，就那如果都 OK 了，才可以下鱼。哇，这是不加任何的调味料啊，然后下去煮的台湾鲷，它真的没有任何的土味跟腥味哦。我们今天测试的这个台湾鲷啊，它是合格的过关。邱副总，我们刚试吃检测合格之后呢，是不是就要直接拿去进行加工了？哎，还没。那我们现在刚是检测合格，那我们要先进把这个鱼下到斗池里面去蓄养一天。要蓄养啊？对。为什么还要经过蓄养？因为我们蓄养一天的目的是要把鱼体里面的还没消化的一些脏东西把它吐出来，把它消化，把它排出来，排干净。那到了明天我们才开始生产。放血的动作是主要是要把它的血放干净，才会有鱼腥味，吃起来更美味，更鲜美。哇，所以从去啊一直到放血，整个就把那个脏东西啊，然后把一些异味啊，然后异物把它处理掉之后，整个鱼体就清得干干净净了。所以所有的过程都经过整个层层的把关。对，都经过 HACCP 的管控。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邱总要带大家去看这个加工流程了。走。台湾鲷加工的过程，在卫生标准的坚持上，可是一点也马虎不得哦。在进入作业管制区前，得先套上工作服，经过洗尘、洗手、消毒等步骤后，才能够全副武装进入作业区哦。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台湾鲷的加工厂里面来了。那邱副总，究竟台湾鲷是如何进行加工的呢？首先我们这里是裂解室，主要是先把盐鱼台湾鲷杀成一片，然后再经过剥皮，然后经过细白沫，然后再经过去骨的动作，然后再经过杀菌消毒，然后吹干，然后到真空包装，然后到急速冻结到成品。所以这边第一个步骤是先起下一片，现在这个步骤就是把两个一片把它起下来。而且啊，我发现就是每一条鱼它的标准好像都差不多大。对，因为我们有经过在颜料端的时候，我们有经过选别了。那这样大概是多重啊？一条？这个鱼大概1.3公斤到1.5公斤左右的鱼。邱副总，所以刚刚经过处理的一个鱼片啊，然后送到这个地方来是要做？像这个你看，整个鱼片经过这个剥皮器以后，这个皮就完全分开了，就完全没有皮了。就是鱼皮跟鱼片做一个分离的动作。那你看这个一片哦，上面还有一些白沫。嗯。那经过这个站板，这个站板上面有刻画，那再经过这个摩擦以后，就会使那个白沫去掉，会更干净、更好看。哦。哇，大家可以看到，到底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条鱼片啊，
其实经过了加工处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整片看起来就是光溜溜的，有没有？非常的干净。非常干净啊。那邱副总，接下来这个地方是在进行？这个是把一片的那个骨头去掉，那去掉以后，这个这一片一片就完全没有骨了。这个你看，这个骨已经去掉了，这一片一片都完全没有骨了。哦，对，所以所有的台湾鲷鱼片都是都没有骨，都是进行那个去骨的动作，对，完全没有骨头。对，那我们把去完骨的一片，我们会经过那个盐水，要泡盐水，对，我们要泡盐水1-3%，然后静置1-2分钟，然后过来就是我们会经过错氧水的杀菌。那经过杀菌好的一片，我们就要经过这个输送带，然后经过风吹，把水分表面的水分把它吹干。那这边目前在进行的是什么步骤？这边是一片成品的分级，那看这个规格是要给哪个客户，我们先把它分开了。那通常比较大的规格啊，都是外销的吗？对对，比较大规格的主要是外销美国、韩国做生鱼片用。主要都是拿来做生鱼片，对，那这样比较小的都是我们自己国内对做鱼排用，对，做鱼排。大家看一下明阳手上这一只又大又肥的台湾鲷，真的很大只吧？哇，在看了这么多台湾鲷的加工产品之后啊，当然也不能错过台湾鲷料理的美味喽。接下来呢，就跟着明阳一块去尝鲜喽。好吃的台湾鲷料理上菜咯。那它呢，就是用破布子来作为一个搭配的食材，然后再加一些少许的葱花跟辣椒。嗯，有哦，它吃起来啊，感觉那个肉非常的扎实。不愧是有做过那个按摩 SPA 的台湾鲷。在肉质及味道的改良之下，台湾鲷可以做成各式美味料理。在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观众朋友们也记得买尾台湾鲷回家料理，享受美味又新鲜的中秋佳肴哦。台湾鲷在经过了种苗以及养殖环境的改良之后呢，已渐渐的转变为大众化的鱼产品。那在未来呢，除了将会继续发展与国际接轨的验证机制之外呢，在地的养殖业者也将会开发出更多的特色商品，希望可以让更多的顾客啊品尝到台湾在地的好滋味。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呢，有空的话一定要品尝台湾鲷的美味哦。娱乐新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这边的夜景的话算是最漂亮的，所以晚上来这边赏星星的话算是最好的一个地方。那你们这边非常有名的传奇山鬼，可以偷偷告诉我是哪三鬼？哦，这个样子哦，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海南人啊，哈。嗯，山鬼不会有人可以吃，就这样子有虾子在防晒。哎，是的，是的，是的。真的已经很黑了，就毛。哎，你是你学虾米啊？好贵啦，好贵啦！我讲诶，我们今天呢是要带我们到海里面去捡垃圾。